生灶机电电火花堆焊修复机，功率高，平均功率超过3000瓦。LCD 液晶显示，预存多种焊接参数。焊枪接口采用镀金顶针，不氧化更耐用。黄铜修复，灰铁、球铁、钢修复。紫铜板修复，精密部件准确修复。修复打磨后不退火不变形，无修复痕迹，溶解强度高，修复精度高。